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今天继续带给大家《原神攻略：龙龙城堡大喵险奇妙猫猫的森严城堡大局骑士》《赛博撸猫猫布置和猫猫玩耍》《原神 4.5 活动攻略》撸猫活动第五天，要先做任务，按照要求把时间调到第二天8到12点。然后去活动的房子里，不动猫举动狗，红飞里。林哥跟他学艺，进门就会触发对话，一个人。对话完，右转去里面的屋子，布置，从上到下选第二个、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一个。然后投喂，最后玩耍，可以摸的地方是双耳，双前爪，后爪，就这样一直摸到形影不离就行。然后会接到一个任务，是纯对话，做完之后会获得陈歌湖的宠物。